现在预报显示的还是-7度啊，怎么会化冰呢？陈默头上低，都化了耶。-7度，天气预报是假的吧？唉，总之呢，擦车子来，低死我了，低我头上。看今天的大太阳，看今天的冰碴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朵拉，今天是12月2号，外面就是不断在升温啊。太阳是越来越大，但是我不敢起床，因为我的车里面也在不断化水，我得留在车里面不断的去擦干，不然的话等下那个水会全部滴在床铺上面。现在1点多了，我刚刚才开始煮茶。先横一刀吧，小心小心，不能再削到手。哎呀，还没化开，就是闷了好一会儿了。这个香菇我买了，放了半个月了，一直带在路上，没舍得吃啊。啊，不是香菇，这是海鲜菇啊。哎。这个冰鸡蛋就把它窝一下吧。嗯，呵，脱壳了。哎，这鸡蛋算是废了，又没成型，又破黄，还是要煎啊。呵呵，有的说了5克，一天最多的摄取量5克，1克、2克、3克。再少了一点点，好，行了，开饭吧。虽然这个鸡蛋是很失败很失败，但是我想应该味道还 OK 的话就 OK 啊。
刚好，不烫也不冷。我从4点钟烧水烧到了现在5点钟啊。泡脚这种事儿啊，是件很奢侈的事，在户外。哎，并不像有的友友说的，叫我每天泡一下脚，哪里每天泡啊？烧水还要花足够多的时间。这是白天呢，你要晚上谁有那个晚上零下好几度，谁有功夫在那外面搞一个小时为了泡脚啊？平时的话，一路上那个水真的是够烧水喝，够做饭，都已经很开心了，还去奢望泡脚不太可能啊。没办法，忍不住啊。谁让这个现在的洗脚水是温的啊？然后我换上了这个雪地靴之后，我就忍不住啊，难得有温水，就要把鞋子给洗了。不应该先洗袜子，先用袜子擦鞋子，对。这才是高手，先用袜子擦洗鞋子，然后再把袜子擦干净。我没有买刷子，没那个麻，觉得麻烦啊，带个刷子一个月才洗一次鞋。我很不喜欢就是把脏的东西积攒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越积越多，会看着脏东西会焦虑。因为迟早都得自己洗，迟早都得自己洗，对吧？反正就是明后天太阳还行，让它晒。新年了，实话说，现在这个手在河里面泡河里面的水也不容易啊，我头发夹起来。现在去清了一下鞋子，这个手就麻了。河里面的水温还是太低了。早上我都不洗的，早上太冷，最冷的就是上午出太阳的前后。12点之前都冻得要死，所以早上不洗脸，而且早上是越洗越干。那西北就是干燥，脸上保留一点油脂是好事啊。反正我那个练习是，最多一天洗一次脸，现在冬天最少3天也要洗一次脸，常常你擦洗也行。虽然常常里面我的酒精湿巾都是结冰了，冻住的啊，但是可以放在睡袋里面，把它捂开再擦洗。我现在都是擦这个百雀羚的脸霜哦，应该这个油，这个像猪油差不多，就这个我都感觉保湿效果都还不够，就是锁水锁住水分的，现在越油的越好。我有几个大痘痘，我有几个大痘痘，我处理掉。还是火气很大的啊，干燥。来清理这几个大痘痘吧。